好，接着第三题，这个题目问你说这下列哪些是对的？好 ，a 的二次加 a 的三次会等于 a 的五次吗？不会。不会。啊，不会啊。不会，为什么？是蠢的才会，对不对？蠢的才会。哎，所以这个是蠢的，是对的，所以 B 是对的。那 a 的二次括号的三次是等于 a 的五次吗？不是，那是 a 的六次，因为这个是这两个相乘，二乘以三表示六。所以这个错了，那这个这个六次是对的。好，那 a 的二次乘以 a 的二次再乘以 a 的二次，会不会等于 a 的八次呢？不会，应该 a 的几次？六次。我们说应该是这三个相加，二加二加二，应该等于六次。哦，所以你是 a 的六次，那这八次是错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答案呢，就选 B 跟猪，可以吗？